脚很脏，没有洗干净。啊，豆豆豆豆，洗豆豆豆豆。啊，好痛哦！你不要吹指甲。我都湿掉了，怎么是尿尿味？他刚刚该不会真的偷尿尿吧？他好像真的偷尿尿哎！难怪我觉得怎么刚刚有一股热热的东西流。我的衣服非常的尿骚味，我还是爱大俊，我还是好了好了好了，给你啊给你啊！等一下，你扒了衣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衣服衣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手勾住了，妈呀，你裸体了，别闹别闹！好了好了。这个角度不错，军国的位置。
服要紧。是，哎。这段舞蹈叫做弹簧舞。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蹦蹦跳。圈圈，圈圈圈啊，圈圈圈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圈圈啊，圈圈这个字很诡异的，欢迎圈圈，欢迎圈圈，圈圈，哎呀，就是你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本人来了。圈圈，圈圈在前一阵子造成那个整个社会的大波动，就是大家所有的奇怪，不管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荧幕都是你，洗版的哦，厉害厉害，恭喜恭喜！请问您的身高是？160公分，哇塞，还行吧，太好，可以可以，非常棒非常棒。那三围是？32、25、35。这第一就讲出来了，对，还害羞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好客气的？对，请问您星座是？牡羊座。你们这个拉拉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牡羊座？牡羊座比较俏皮啊。哦，比较可爱，可爱可爱，开朗，比较波动，对，而且比较波动。母羊座是这样，母羊座是对朋友超好，大，哦，对，你们对朋友都会很好。那怎么自己怀疑呢？高兴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昨天才把朋友打一顿的。一般呐，母羊座跟他们交朋友，他们会对朋友很好，是，但是谈起恋爱来呢，哎呦，哦，就比较执着一点了，哦，就是比较硬派。嗯，硬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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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爆红的原因就是一个球衣，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说这个球衣怎么会这样子合身？是在哪一家西服店这样子定制？西服店做内衣干什么？怎么就你的有腰身？感恩谁？没有，其实最大问题应该是都有腰身，最大问题就出现在球衣上面嘛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我们今年的球衣做的比较合身一点，很好，所以大家的对对太好了，弹性也比较好，弹性也非常好。我们要为球队敬礼，掌声鼓励啊！对啊。再减一点，对不对？球队战绩要好，拉拉队衣服要紧。是。强哦，对啊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这一段舞蹈叫做弹簧舞，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蹦蹦跳。